好，简单讲解一下四转的一个技能，叫神功大地崩塌的一些技巧问题啊。它是搭配下方向键，是可以往下移动，然后拖拽怪物一起往下。如果在武神状态下，是可以连续发动三次，也就是说可以一共发动向下四次的瞬移。那么，如果你会用好这个技能，你就可以在长的数值地图里面去很好的链接。那首先将这个玄山发动到四式，然后找一个位置发动这个技能，那它就可以往下移动，然后进入到武神模式，武神降临，那就可以连续发动四次向下瞬移。那就这样子的话，你整个地图都飞下去了，这样子非常好做一个循环，然后再下跳就飞回去了，可以完整的做一个很好的循环。然后这个技能也要注意一下一些小问题，它这有一个向下瞬移的间隔，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，太高无法发动这个技能。像在这个位置发动的话，它就会往下两个平台，这样子就不太好去发动完整的效果。就比如说我在这里用，全都粉碎吧！那它就会飞多几层。但是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使用，大幅崩塌，那就飞不下去了，所以就你要注意。全都粉碎吧！哈！